到台中了，我现在是跟波莎见面。找到波虾了，我们重逢了。鞋子，我们抵达台中，现在先前往饭店 check in。这边人非常的多，我好像第一次来台中高铁站，这边人好多哦。第一次来。看人家分享吃茶三千，我就觉得很想去。草悟道，我今天住的旅馆15楼。退房时间最后一天早上11点前。今天换拖鞋，我们先去换个拖鞋。定的三人房，这是厕所洗澡的，因为是三人房，所以它这边有一个双人床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小的床，蛮可爱的。哦，这窗户可不可以打开？哦，也可以耶。哦，夕阳，台中 City 还不错哦。因为我们这个是好像14楼吧，所以它这高楼的景还不错。现在整理了一下，我们要先准备出门找食物吃。烧肉，对，可能是吃烧肉。然后当司机说那个楼下草悟道的摊贩是周末才有，因为今天礼拜天，所以我们先去看一下。里面有一间小乌马，很 special。这才知道乌马的日文是 umai。哇！我们可以有那个画画的吗？因为我们刚看到那个他们乌马有提供画板，然后因为我们也没有人生日，我们就跟那小姐说，可不可以帮我们画两个女生加爱心？她就写在那个。觉得很害羞，写闺蜜聚餐都可以这样写，字很多哎。这个是乌马的鸡汤，原来吃烧肉会附鸡汤。牛也有鸡也有猪，
有一种烧肉下午茶的感觉。然后我们两个人很幸运坐到一个六人位，所以非常的宽敞，超大的位置。先烤牛肉给你吃。帮我烤肉，哇，他满桌很漂亮，非常有架势的帮我烤。店员帮我们剥的虾，剥完刚好是一颗爱心。跟店员帮我们画的，好可爱哦！可是我们没有人短发呢，还是很可爱，很用心哦。而且他真的写闺蜜聚餐，我想说笔画有点太多了，他还认真帮我们。早安台中，非常雾的台中。不知道是下雨还是怎样，窗户好雾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要先去吃饭店的早餐了。今天生煎包。好的，先出门。我们要去楼上吃早餐。我们是8点到8点40，所以现在有点赶，赶快上去拿。自己做早餐，早上还有红茶、奶茶、北式，或者拿粥。我们吃一点点就好，因为我们等下可能还要去别的地方吃。那这边早餐还蛮多东西的，对啊，弄得很漂亮，很干净。早餐用早餐的地方设计的还不错，就有开放空间。然后当大家离开了，剩下我们坐在这边吃早餐，非常的悠闲，空间规划的蛮好的。这是我们空腹的早餐，然后这个是他本来就附的早餐，是有生煎包，然后没想到他还有些水煮啊、蛋啊。你吃一个试试看好不好吃。出太阳咯，虽然有一点雾雾的，阳光出来了，蛮美的。那这边底下就可以看到这个草坪，风景还不错。嗨，我们现在正式要准备出门了，第一站去餐包。好，这次来台中要使用他们的共享机车，上次台南借机车，这次用共享的，试试看。这电动车，哇哦！Hello， 大家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坐共享机车，它里面有附赠浴帽，很时尚，比较卫生一点的。到了这一间春晚餐包制作所，看起来非常可爱。来看一下，好像没有很多人，好多分量没有到真的太大，哇，
后又加一个薯饼，因为它有低消宴一百，然后一个气泡饮，蛮 Q 的。可以啊，一条可以啊。关机吗？吃完餐包之后，到附近一间咖啡厅，我刚刚查到了，还蛮美的，就这一间。没有要喝，但想说过来看一下，拍个照，好有质感。它这里旁边的窗户跟后面的景很漂亮，因为刚刚突然出太阳，非常美。我发现审计新村这一区很多咖啡厅。我刚刚查到这一家也好可爱哦，就有一种复古的感觉。但是我们吃太饱，还有别间要去，所以之后有机会再来，推荐给大家。我们现在抵达神迹新村了，很多可爱的店呢，这边还蛮多人的。可爱文具店，我喜欢埃及的，埃及是超可爱的，是这个大猫咪的，它是小罐的，这间就是我在台中最想来的地方，良心去过，超可爱 ，so cute， 日式。哦，上面有，那是料理啦，在那个料理。是白味噌丸子，然后这个是黄豆粉的，然后这个是草莓最终的，超级可爱，好 Q Q， 下面是绝饼吗？我拍的进来，绝饼。上工了，我们刚吃完良心制果，现在要来找一间咸食来吃一下，或者找一间附近的卤肉饭，我们要过去看看。路上经过这条河很美耶，应该有重新整理过吧，还蛮好看的。这是我们点的卤肉饭，财神爷卤肉饭，白菜卤，我超喜欢吃白菜卤，一颗荷包蛋，乖乖荷包蛋。我们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，我大概5年前好像有来过，非常特别的建筑。不想说他有在里面餐厅吃饭，漂亮。哦，那边有一个那个小窗户，好可爱。我们抵达歌剧院了，非常大，好大，超大超大，然后还有一个水池，小水池。今天是礼拜一，然后我们刚刚发现原来今天是休馆，难怪没有什么人在里面。我们待会去附近逛逛，附近还蛮多地方可以走一走。
Porsche 推荐我来的一个分子药局，就在歌剧院对面。我们从歌剧院走路可以到这个鸟屋书店，我好像还没有实际去过，是鸟吗？抱歉如果念错，日本的感觉。它的概念店，应该是总店之类的，好像蛮美的，外面做得很漂亮，有点玻璃屋的感觉，然后有两层。外带杯可以这样拿，非常 Q。好喝吗？你是点无糖？我觉得无糖刚好，我觉得你没有喝很甜的糖量。珍珠已经很黑糖了，珍珠很软，蛮好吃。搭逢甲夜市，今天礼拜一人没那么多。这一家是好像第一间当年老王开的店，最近大概十年没来了。甲夜市小白饭，这次回来台湾第一次逛夜市，因为台北一直下雨，终于可以逛。创始店章鱼小白饭蛮香的。我们现在排这一间温家地瓜球，我俩说他吃过很好吃，所以我们来排一下。我最喜欢吃地瓜球了，我的挚爱。刚买了温家地瓜球，超大的，我有根比你眼睛还大。对啊 ，QQ 的，给几分？满分九分，很好吃吧？大学生们正在回宿舍。是啊，真的，逢甲大学。啊，真的。我查到一间很有名的，这种要怎么讲？蛤，干烧蛤。干烧蛤店，我很流行这个哦。我们店算的太算了吧，我其实不敢直接吃。那你倒出来。逢甲夜市迷路之旅。所以我们必须再点一碗汤。还不错啊，就像水饺啊，热品。热辣，酸辣汤啊，酸辣汤不热辣辣。我们从逢甲回来到 B1 逛逛。昨天有来这边逛逛，有一些好吃好玩的可以来看，很赞，住这边很方便。
回来无聊还可以在这边逛一下。我放茶绿。对，我们昨天有来这一间，好像茶不错。暧昧的床位，头对头。早安，台中，我声音好低。Hello， 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早上那个窗户都湿湿的。天气看起来不错耶，有蓝天。刷的粥，今天是肉蛋吐司，长这样子，还有芭乐，搭配台中的街景。森林菜。给大家看一下我写的春联，第一张写的还可以吧，财兔自由，我觉得春写的比较不好，没有拿捏好那个比例，兔子还不错。那我们要准备退房了，再跟这个风景说再见。嗨，已经大概整理好了，因为那时候我要订的时候只剩这个三人的比较适合。对，我们刚刚看到隔壁豪华双人房非常好看，大家之后来的话可以考虑订豪华双人房的房型，我会贴给大家看。拜拜，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住豪华双人房，那这边还蛮方便的，还不错。爱情美，我要准备轿车去第二市场，听说那边很多小吃，因为昨天没有开，所以我们才选择今天早上去。刚才差点忘记，为了吃早餐想到。你有没有想到直接去留白计划？对，然后想说啊，忘记我们有那个景点要去。哦，我知道这个是那个山河卤肉饭，另外一边那个是菜头烩饭。波莎推荐的山河卤肉饭，然后有卤蛋吗？有卤蛋啊，哎，是卤蛋，是不是卤鸭蛋？哪一个 ？Oh my god， 那更要哦，卤鸭蛋。它是控肉超大块的，波莎说老板有给他一块是特别大的，好肥哦，但是实际没有很大的碗，就一个很小的碗跟一个很爆炸的。蛋黄去拍一下好了。好。嗯，入味吗？这要两家，一家临海，一家三河。是这个同一个有两家，就是那个卤，就是控肉饭这边有两家、然后另外一家好像是晚上才开、中午就是这是早上，他们有分开时间。原来是这样。来，有要点饮料吗？好像啊，不太确定要买。有名大概。好多人哦，这一间。哦，这个就是菜头烩。先找位置吧，这个很有名的菜头烩。我爸刚还买了红茶，主导味的。一套的，是一组的。是一组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让他喜欢。我觉得别人很保守，没有点其他的米肠，因为怕吃不完。已经很饱了，刚吃完。
谢学弟，很帅。我们现在到留白计划附近的一间咖啡厅，我觉得这间非常可爱，也是一种日式风格。因为我们已经吃很饱，所以我们就点两杯红茶跟一片蛋糕，它旁边附这个蛋卷还蛮可爱的，然后旁边这兔子超 Q 的，放糖的。我们到了朋友推荐的一个咖啡专卖店，真的很厉害，来踩个点。波虾推荐的嘉味轩鲜奶太阳饼，鲜奶油太阳饼，秀燕推荐呢？白天来好多人，昨天来没什么人。抵达高铁站，继续买票坐车，我们要准备回台北了。对，今天的旅程过得非常的快，我们之前只有一天半，一天多，今天这次有两天，两天两夜。对，吃非常的多，好多好饱。你觉得什么最好吃？最会想再吃的第一个念头想到是点卤肉饭，卤肉饭，卤肉饭跟扣肉饭，扣肉饭好吃，扣肉饭好吃，甜点也不错，很棒，吃超多的地瓜球，我觉得会想念，地瓜球我也爱。好吧，我们要先准备坐车了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